用科学的数字记录台湾人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游英龙，欢迎收看台湾民意这节目，做伙来探讨真真正正的台湾民意。最近全台湾各地街头巷尾拢在讲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哪亲像已经回来啊？蔡英文总统的民意支持度哪亲像已经大大提升了？2020台湾总统大选，蔡英文连任敢那有希望啊？敢有影？台湾民意基金会六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有提供答案。今天咱来针对这个现象来做讨论。首先，咱来探讨总统的声望的问题，甲过去拢同款。咱问的问题啊，拢是同款的问题。啊，咱问讲，蔡英文总统自从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今，已经满三年啊。整体来讲，你赞同还是无赞同伊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和政策，结果是怎样？咱来看一下，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的人47.7%，无赞同的43.6%，无意见的4.3%。显然，在六月中这个时间，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的人比无赞同的加差不多4.3%，吼，这是一个较完整的整体民意状态的图啊。非常赞同的16.8%，啊，佫算赞同的30.9%，无啥赞同的22.7%，一点也无赞同20.9%，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状况。这个民意调查发现表示啥？这表示讲，蔡总统长期这个真低的这个民意支持，显然出现了这个真大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啊，大家注意。伫遮，咱咪咱看到一个现象，虽然是安尼，但是伫台湾现主持。犹原还有两声一个人强烈无赞同蔡总统职务的表现，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啦吼。咱甲顶个月来比看卖，就会当搁较了解六个蔡总统声望的变化，到底有偌大？这张图真清楚显示出来，乌的这条是代表五月。同款的题目，同款的问法所得到的结果，红的这条代表六月，咱看起来应该有某种程度真清楚，就是讲赞同的人是增加，无赞同的人是减少。赞同的人真明显啊，这个拄则讲增加4.5%，无赞同的人减少3.5%，这是一个无简单的转变。哦，那么为怎样来出现这么大的这个转变呢？这真正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因为总统声望无可能无代无志，为真低啊变甲吼、非常的悬，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定有原因。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咱看无，另外一部分咱看有，咱就讲咱看有的这部分的原因啊。看有这部分的原因主要两项，一个我甲称呼为花车效应，这伫政治科学内底叫做 bandwagon effect， 啊，稍等解释。另外一个都是巩固领导中心效应，英文叫做 rally around the flag， 这拢是非常重要的现象。首先，花车效应，西方讲花车效应，咱台湾人讲西瓜挖大饼的效应，主要讲的是讲蔡英文总统伫民进党总统初选内底伊赢嘛，不管这个过程偌歹看、偌无理、偌垃圾啊，吼，赢就是赢。佮加上这个初选过程当中，
蔡总统是把初选当作大选在打，啊，所以这动员全国的这个党政的这个党政大员啦，包括行政院长啦、总统府秘书长啦、立法院院长啦，这总动员政府官僚会总动员，啊，透过各种社团做全国性的动员。啊！伫全国性的媒体甲网络顶面嘛做势，大大做势。那么简单讲，就是甲初选当作大选咧拍。啊，所以受到影响的人是无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因为安尼，有可能出现这个叫做短暂性失忆的集体现象，哦，从短期性失去记忆的款的集体现象，袂记哩过去三年蔡英文总统执政表现无好的记录啊，这第一点。第二，巩固领导中心。你世界各国这款效应，常常出现，就是讲你人类的社会啦，吼，当外部危机发生的时阵，民众会有一种倾向，会主动向这个领导中心来靠拢的这个现象，这是真普遍的吼。啊，为今年初习近平真大喇喇，就讲习近平吼，伊对台湾发出讲主张一个中国，啊，要探讨两制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反独促统，非常严厉，啊，讲非常大声对世界宣布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基本的台独封疆政策。在这情形之下，台湾就出现真明显的巩固领导中心效应啦，吼。迄个时阵呢，蔡英文总统突然间可能脑中灵光一闪，吼，抓到迄个时机，吼，策略性的强烈回应，收到真好的效果啦，吼。那么声望因此为遐开始扶摇直上，为今年一月初二开始，蔡总统就一改过去三年对中国的这种软弱的姿态啦，吼。温温吞吞的这款态度，变身啊，变一个人，那所谓的辣台妹出来啊，伊看到台湾人的政治的胃口在倒位，紧紧的抓住台湾人的政治胃口。啊，这点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啊，那么再加上最近惊动世界，香港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了，吼，和台湾人除了东京香港人追究自主的这个司法跟人权的诉求以外，嘛更加深切感受到讲中国这个一国两制，确实这个非常的危险哦，这个对台湾造成可能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自然而然外部危机产生一种巩固领导中心的倾向，巩固领导中心是谁？就是总统嘛，所以对蔡总统有利。第三点，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整体宪政运作，你过去差不多半年当中，敢那渐渐已经回归一个学术界所讲的已经回归到一个较正常的双首长制的这款的状态。就是讲蔡英文总统甲过去无共款哦，过去伊是哪亲像总统兼行政院长，来即马为苏贞昌开了，伊即马较无安尼做嘛，唔敢安尼做，还是不便安尼做。那么所以伊因为安尼一方面放手和苏贞昌来做的时候，就改善了这个蔡政府的效能甲效率。另外一方面，减少总统插入诶这个内政之内底种诶这个风波啦，吼。那么这使得较未啊较受伤哈。那么这第三因素，第四个就是讲，在野国民党伫最近因为党内总统初选，党内有真侪矛盾甲裂痕存在啦，吼，啊，竞争另外就是讲，面对香港的这反送中运动，这规个国民党主席以及其他一只总统候选人，对反送中运动表现感觉安尼，吼，感觉讲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吼，无啥敢表态，吼，表示一个适当的态度。所以整体来讲，国民党伫过去迄段时间是表现乏善可陈。间接也助长了执政者的气势了哈。第五就是讲，东昏这个效应其实是持续发酵，就是讲五月
这个婚姻平权这个立专法四至七十八号哈、啊，这个施行法通过了，短期内或者年轻选民这个支持啊，重新又倒转来某种程度全垫高了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这是真明显的。这段先讲到这，后一段真紧就倒来。台湾民意基金会六个全国性的民调，确实有真重大的发现，就是蔡英文总统声望的提升、改变，甲过去拢已经完全无共款啦。咱来看一个长期的这个趋势图，咱就会当一清二楚啊。那么这样复杂的一个图，可能观众朋友看了嘛，回啥啥？不过这是一个我已经讲过真侪摆，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图了哈。未来若有历史学者要写蔡英文主政这几年的历史，这是上好的资料。民意安怎会反应哈？那么咱看了真清楚。我想我用上简单的方式甲大家分析，讲蔡英文总统上任三年多。其实咱分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讲伊拄上任，然后上任这个蜜月期，蜜月期看起来到这个十一月就结束了，所以半年的蜜月期。2016年，迄当阵69.9%的这个伊的民意支持度，就是伊的总统声望到七成，反对的才8.8%，为遐开始，伊有一段差不多六个月的蜜月期，甲2016年的十一月结束。啊，这原因是啥？小等下讲哈，若有机会时。第二阶段就是进入这个所谓的第一次的执政困境啊。2016年11月一路一直行，行到啥物时阵？行到2017年的九月，迄当阵蔡英文总统已经强强要规个这个。团队根本要崩去啊！哈，执政困境非常严重，非常准，所以换阁揆啊。2017年九月，换赖清德出来接林权，解救蔡英文政府。所以当阵蔡英文的声望为29.8%，飘一个到46.4%，16.6%。所以这赖清德当年。去市台南市长来帮助蔡英文政府，和蔡英文脱困，伊等于是来救驾。啊，这救驾看起来非常的清楚嘛，16.6%，这无得找啊。但是可能执政包袱啊太重，蔡英文总统的所有的执政包袱，拢第一年都已经抬落去啊，对啊，所有的祸根都是第一年埋下去的。所有的问题拢是第一年，这个经济都啊抬落去，啊，即马慢慢滴啊火蓬蓬多，所以虽然赖清德出现之后，短期之内超过三个月，让整个蔡政府的这个民间的声望或者支持不至于崩盘，但是无几个月了，可比讲2017年的12月都再处11月都再处过进入。二次执政困境，我底下要甲大家报告。所谓二次执政困境的意思，哈，这种的困境对总统来讲是安尼，就是讲，当全国人民内底无赞同总统的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人超过这个赞同这个、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人的时阵，这个执政困境就出来，因为反对你的人比赞同你的人较侪嘛。啊，当反对的人愈多，赞同的人愈少的时候，你执政的困境就愈来愈大。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第一次执政困境，从2016年的11月开始，到2017年的9月结束，还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为2017年11月开始，你也看这个这条红线，甲这个绿的红线代表一种无赞同，绿色的代表赞同。为2017年十一月足足到2019年的六月，
这个二次执政困境才结束，这是非常明显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演变。那么对咱来讲，有两个问题要去思考。第一个就讲，过去到底是什么款的因素造成安尼？哈，按拄则小块有报告。另外就讲，即马我用破茧而出来形容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哈，等于已经经历了长达20个月的二次执政困境之后，然后已经嘛出来，当然感觉拢无共款啦，哈。但是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来进一步来讲一个重点啦，哈，等于讲小英真的变了吗？蔡英文总统敢真正已经转变了？我发觉有一寡部分是有转变，另外一部分是毋是有转变，咱听候来讨论哈。第一个，过去蔡总统事必躬亲，什么代志大大细项的代志拢爱伊决定，哈。那么所以造成真侪问题。但是你十一月二十受到十一月二十这个冲击了后，伊咱看到至少有一项啊嘛，甲肯定他权力下放。伊授权吼，葛魁啊，都要尾啊，苏贞昌起来啊，授权葛魁去处理啊，这个行政的事务。总统看起来都无阁插这个一般的这个政策的事务，所以造成目前的情形，就是讲，因为他已经不再事必躬亲，权力相当程度下放之后，充分授权行政院院长去处理。政务这款的情形，我看如果会当维持，当然是对伊来讲是真好。但是，咱不禁还是要问：这是一时的现象，苏贞昌现象是一时的现象，还是常态？第二，我要讲的就讲吼，蔡英文总统执政三年，我被批评成为空心菜，空心菜。其实空心菜台湾话叫做硬菜，讲硬菜较无遐歹听，讲空心菜敢若真歹听，就是讲啥拢毋知吼。我感觉伊即马喺面对的条件，就是讲伊离世了后，伊即马转变，然后权力下放了。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个人来讲哈，空心菜会不会仍然是空心菜？还是现在变成空心菜可以再炒牛肉，哈哈，加一挂牛肉类，空心菜炒牛肉变较好食，唔知影，这都爱家己去拍拼，哈。第三，现在的辣台妹以前不是这样啊，现在的辣台妹是因为被逼了才变辣台妹。在2019年1月2号之前，蔡英文对中国的态度是很温和，很温和，可能较好听啊，很软弱。所以，咱长期所做的台湾人对蔡英文的两岸表现，其实是不满的，是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官大有一度60%以上的人都不满意他的两岸表现，一直到今年1月2号，这个习近平做球给伊啦，吼，某种程度意义是来做球，他变成转身变成辣台妹了，哇，伊的支持度都怎啊起来？那么，加五节重点，这是策略性的还是本质性的？如果是策略性呢，伊嘛有一讲嘛，可能策略性软弱，或策略性温温吞吞，策略性温和。现在是策略性强硬嘛，吼啊！但重要讲台湾主流的民意是啥？吼，这是蔡英文要考虑的。第二，我要讲一项来讲哈，蔡英文的决策风格未来会不会改变？小英真的变了吗？对重大政策拖延时日不下决定，然后最后只好仓促做决定，然后通常这是一个灾难，哈，台湾俗语的讲啦，哈，蛋惊死，饭惊飞，真侪人拢讲，这就是蔡英文的真大的问题甲弱点，重大决策拢拖拖刷刷到尾啊，无做的时阵未使才决定，像一立一休啦，哈，不甲台湾。中小企业甲劳工，大家鸡飞狗跳哦，大家吼足受气哦，足愤怒。
像即款的会改也袂改啦吼。台湾人讲一个话可能搁较歹听吼，但是应该还蛮适当的，可以形容这种决策风格，就是讲有的国家领导人晒甲大灯头啊，才会放即款的吼，是真歹的现象，会改也袂吼，即个是嘛是一个重点。第五项，我感觉蔡英文总统未来若要改变，变做更较好的总统，他一定要彻底改变他的用人为亲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用人为亲就是讲，伊用的人拢是伊喜爱的人，伊伊熟悉的人，但无一定是有能力的人。所以用的人真侪夫妻档啊，无父子档。无就用伊熟悉的人身边的人，无就大风吹雷公改组拢用同一群人，没有用人为才，用要用政务官还是用人，迄是爱徛伫整个国家政府的立场，整体人民的立场来思考用人才对。但伊拢用人拢用人为亲啦吼，就用家己捌的人啊这。唔是一个好的总统的表现啦，吼。那么第六，我感觉更加重要。蔡英文总统2016年迄当阵拄赢得总统大选的时阵，伫民进党这个外口军将场公开讲，民进党要执政啊，爱谦卑、谦卑再谦卑，爱谦卑、谦卑，搁再谦卑。但是伊的执政三年，我。真密切观察这个规个伊个施政甲民意个这个反应，我感觉蔡英文总统若要甲历届个总统比起来，伊绝对毋是上重视民意个总统，甚至若伊过去三年个表现，伊应该会当讲是甲马英九同款个无重视民意个总统，对民意的盲目，对民意的不重视。这是伊个真大个问题，吼、哦！蔡英文总统捌讲过啊，啊，民调是死个，啊，民调那是死个，民意是死个，啊，这个啊，总统的施政自然就会背离社会主流的民意，那啊，一再背离社会主流的民意，那就会民意支持度就会一直往下，这叫做作茧自缚，好、哦，那么。所以未来小英是不是真的变了？要有一个角度去看，蔡英文总统敢真正重视台湾民意？蔡英文总统敢真正有掌握主流的民意，并且迅速回应主流民意？这是咱在看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指标了哈。咱讲一个结论了哈。2020台湾总统大选当然是非常重要。什么人会做下一任的总统，当然影响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前途啊，子孙的幸福啊。但是到底谁会出线，咱即马唔知影，咱来继续来甲关心。今仔讲到这，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